部边剪线头，一个个低头拼命做。就因为要赶工，赶的是布口罩跟口罩套。这里是高雄哲义天使庇护工厂，虽然动作不算快，但是却都好认真。然而还是得赶上出货。那如果今天赶不出来，是不是老师变老师要加班赶？当然喽。老师负责就要加完班啊。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让口罩套都抢手，一直以来就是代工制作布口罩的高雄哲义天使庇护工厂，以前一个月的订单不到1000个，现在每天被下订500-600个，但还是坚持品质，压到棉花才会有扎实感。只是爆量的订单还真的有些无法负荷。每天赶货会不会赶得有点累？有一些，有一点，然而却都也累得很开心，因为出货量多，一个月就多了10000多块的零用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说不上口的成就感，就是这样的自己也能为疫情来付出奉献。